前阵子是不是有看那个你的偶像刘德华的演唱会？有有有，因为我坐第一排，我一直跟他对眼，电到我已经晕了。卢广仲追星，华仔被电晕。超 rock 的卢广仲九号出席支付平台代言活动，和粉丝相约早餐会快闪。大家想跟广仲一起吃饭吗？有没有平常常付钱，大家都躲起来，这时候想跟你，大家都疯狂来了。哎，但回想去年看华仔演唱会，才是让他做梦也会笑。因为他就是跟我对眼，然后他对我，他对我比较 rock。我其实我有带他，就是我人生买的第一张 CD， 就是他那个《真永远》的专辑。他在演唱会的时候经过我的时候，我就拿 CD 这样。小迷弟啊。对对，我就在这样子在后台合照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说啊，干嘛跟我讲不好意思？好亲密。对啊，好想哭哦。娱乐动新闻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看完演唱会报道。